台语汉字学，我是陈世明。这是我个人的基本资料，有兴趣，咱家小看看卖吼。要上课之前，咱爱头壳放空空，心情放轻松，咱才会堆入去一挂新的物件。咱国语甲台语吼是无同的两套字啦吼，啊，即摆我用一个例来举例，互大家知影吼。比如讲英语的 rain 就是落雨嘛吼，啊，伫普通话叫做下雨，啊，即里下雨的下就是落的意思，所以咱讲下落吼，下雨就是落的意思，所以把下提掉，落雨就是。闽南语，啊，你知影无？啊，但是啊，客语咧，客语阁无同哦。客语的鱼就是水的意思。这个鱼甲水其实两个形态拢是水，只是有一个无同款。鱼是天顶的水，水是落落来变作水。所以客语用落水、落水，伊是对的哦。为什么？因为雨落落来到地面就变成水了、哦、所以它有这个落水、哦、这个客话，所以我们说、哦、不同族群的汉语用字和发音虽然无什么相同，但必然是同款意思，也是同款意思的词的关系。汉字形音字，字为中，形次字，音最末，这个意思就是讲，意义上重要。形，你意义啊，也阁分袂出来，因为意思相共的字真多嘛。你会使用汉字的形来看，啊，你汉字的形来看，也阁分袂出来，你会使用音来分辨，啊，你知无？哦，所以音是上后壁，为什么？因为汉字的字无共族群，迄字的念法都无啥相共，所以咱袂使用国语来斗台语的字。吼、哦，咱来看一下同义副词。下面是同义副词，同义副词就是讲有两字汉字，伊的意思是相共的，啊，但是常常做伙出现，叫做同义副词。比如讲，头拄的下落。下雨就是落雨，落雨。啊，伊哩下落就是同义副词，因为下就是落的意思。好，后来咱来看同义副词，这真趣味哦。同义副词是国语甲台语的对照表哦。咱来看，咱看了打开，哦，打开是国语嘛，哈、哦。但是咱台语咧叫做拍开、拍打。你也是看了打开。阁会使看到拍开，阁会使看到拍打这个词，按拍打就叫做同义副词。所以打迄个打，打脱掉，打这里拍，打刷入来，哦，这里就是拍开。所以你去看《醒世恒言》第九卷，陈多寿生死夫妻里底，伊讲老汉之官撮合，哪有拍开之理？那有排开之理、拍开的道理呢？好、哦，排开保佑，咱常常看到保佑，咱会念做保庇。啊，保庇，迄、那个庇参这个佑发音够共，无共啊？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庇就是佑的意思。所以，迄个王彩华这个歌星，伊唱一条歌叫做“保庇、保庇、保庇、保庇”，就是咧讲这个保庇、保佑。保庇，啊，可以再看到庇佑这对，按庇佑就是同义副词，哦，啊，保庇就是保庇，这就是咱台语的汉字。过来，咱看黑牛，咱台语讲乌牛，啊，这里黑就是乌的意思，这里乌就是乌日，哦，台中有一个所在叫做乌日，哦，乌牛，黑牛，乌牛，哦，这是。三国演义里底有黑牛白马，啊，也有乌牛白马。在一本册里底有两种用法咯，因为乌就是黑的意思，所以打黑打换作乌就是乌牛。
所以咱看《三国演义》第一回内底有写：“次日于桃园中，备下乌牛白马祭礼等相，三人焚香，再拜而说誓曰。”安尼你有了解无？啊，这里乌就是咱台语的乌，所以黑龙江为什么咱念作乌龙江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天亮，台语叫做啥？你看到参你念的是无同款字，所以天亮，台语叫做天光，因为亮就是光的意思。你看到天亮，天光。啊，亮就是光的意思，亮光啊，这就是同义副词，所以把亮国语的亮的淡掉，提咱的光入来，就变成天光。盼望这个词吼，咱讲吼这五望，但是五望这个盼甲五一定嘛是同款意思的字，但是咱台语改写做向往，向往的向，敢是五呢？咱来看一下。我的理论，盼望就是勇望，哦，勇望，啊，这里盼就是勇，哦，古册盼望拢写作勇望，哦，古早册拢写作勇望，啊，盼就是勇的意思，所以这里勇望就是五望，所以咱去看宋朝刘墉的《八声甘州对萧萧词》。内底有想家人，庄楼勇望，伫庄楼内底五望，五几回天际色归舟啊！哦，这就是宋朝刘墉的词。五望，盼望，勇望，啊，佫有一个勇盼。哦，咱来看一个勇盼，明朝朱典一下，眼睁睁倚门勇盼，这个、勇甲盼吼，那、哦、毋是同款意思的字，为虾米？风马牛不相及的字也到这会咧，因为因这两字就是感官艺术。足迹，咱台语讲脚趾，啊，脚趾就是脚趾，足就是脚，咱把足换作脚就是脚趾。咱去看《醒世恒言》第十四卷，哦，内底原来雪里有脚趾，有脚趾，走一步。后面竹片爬得平，不见脚迹。哎，你看，卡架。但是这里卡，伊是读册音伊念做叫哦，啊，但是叫，咱白话音念做卡哦，所以咱来分得清楚，一里汉里内底有两个音，上少拢有两个音啦、啊。哦，这里脚念做卡，山上。山上的山顶，哦，山上，山顶上，顶就是上，咱人徛起头壳顶，你是顶的上悬顶，就是上，所以当上在换作顶，就是山顶，哦，山顶，山下，山脚下，山脚就是山下，哦，所以脚就是下的意思，为什么？因为咱人徛起来上下底就是脚。所以唔叫这山脚，啊，山脚下，啊，桌下的桌脚，因为桌啊上下底就是脚，嘛是桌脚，安、啊、你了解无？虽然桌啊，迄个咱叫做桌脚，哦，那嘛是桌脚无唔对啦，但是伊迄个脚袂叮当，伊是固定的吼，哦，脚就是下，山脚，电灯，咱讲电火，哦，所以。你啊看，电灯的点火啊，万家灯火，万家灯火，灯就是火，但是灯甲火有一个无同的所在。迄、那个灯就是爱爬去管电点的，迄叫做灯、哦。所以灯的旁边有一个灯字，有没有？要攀登上去点的火叫做灯，底下的都叫火。哦、所以电灯的点火。哦，安尼有简单无？开水，咱讲哦，这滚水，所以咱定来讲滚开啦，滚开啦。因为滚啊，水滚啊，吼，伊会啵啵啵啵啵啵啵啊，迄、那个地锅管顶迄个挂都会拍开，所以滚就是开啊。因为滚了，它才会开，所以
开水就会滚水。安你有了解无？再来看，开玩笑，哦，开玩笑的开，咱讲开就是滚，哦，开的换作滚，啊玩呢，玩就是耍，玩耍，玩耍，耍就是耍。开玩笑的滚生笑，啊，有简单无？哦，足简单嘞，非常的简单。同样，咱讲同款，讲就是同的意思，啊、哦，讲就是同，达同或者讲，啊，款就是样的意思，达款或者样，啊，就同样的同款。啊，这里同款的同。你也不相信，你去看《瑞音宝鉴》内底讲，伊就写做“共”共款的“共”，因为“共”就是同，啊，“共”参“同”这两字，你也为中，得切开，左边右边是对称的，两字做字多，左边右边是对称的，因为因两字拢是共款的意思，啊，你有了解无？流氓，流就是漏的意思，所以。流氓的罗马，好、哦、啊！对岸有罗马推，会推，可以伸到人家的阁楼上面去抢人家的民女，还有这罗马推啊，路盲梯，这对岸有这个路盲梯，不是鲁曼哦，不是罗马哦，罗马那是不捌字的人，唔才用罗马，捌字的人用路盲。看完以上的介绍，你会转换的吗？如果还是不会的话，那就是您中文程度有问题。哦，这不是我的问题。咱再来看哈、哦，官话甲白话是无同的两套字啊。哈、哦，迄、那个甲就是和啦，哦，和合和合啊，但是合啊当作甲，你去看第一点，和的古踏切，古踏切的踏甲啦，哦，甲啦。高他的尬，例如尬以合议啊，双方合议以台北地方法院为第一管辖法院合议的尬以，共就是共啊，例如共款啊，瑞银波共款店有的古文用之，之这里念作之，但是白话音念作诶，你的我的，你的我的的，你知我知，安怎样无？哦、所以咱讲官话甲白话是无同的两套字，不就是有，讲就是同，道就是知，啊，你了解无？所以咱台语足简单嘞，简单甲靠白去。过来倒装词，咱一个两字念起一个词吼，念起也无好念，咱就会在变快，啊倒头念吼、哦，叫做倒装词。咱来看卖吼、哦，喜欢。咱用普通话念真顺，但是台语念就袂顺。台语讲喜欢念做喜欢哦，歹念啊，歹听啊。欢喜哦，足好念的，足好听的。所以欢喜就变做咱台语的用词，啊，你了解无？客人哦，客人，咱用人客，因为客人就是客家人啦，吼、哦，简称啦、啊。好、哦，客人的简称，所以咱用人客，因为迄个词已经有人用去啊。所以咱用人客，热闹，咱用闹热，你知不？哦，咱用闹热，这里《西游记》内底的有啊，吼、哦，用闹热，他说直接写热闹热，不是写热闹哦，吼、哦。蹊跷，蹊跷，蹊跷，咱一般早期的老大人拢讲翘起，哟、哦，伊不是蹊跷，是翘起。前进。哦，前进一步，进前一步，进前，不是之前哦。哦，之前那是用不到去啊，哈、哦，是进前。公鸡，咱袂使念做公鸡啊，咱是念做鸡公。哦，鸡公。台风，咱念做风台，风台，台风，咱念做风台。习惯，咱用普通话，这是普通话的层次音。习惯，咱叫做惯习，哦，咱来变过来叫做惯习，不是习惯的姿势哦，哦，咱
这个文献内底有，咱就唔茫阁带乌白白啊，吼，咱直接用惯习就好啊，习惯惯习。过来，倒装词有例外哦，唔是所有的倒装词都会使安尼用哦，吼。成亲，那么成亲，两个人成亲了，就变作亲情、亲情啊，唔是亲情哦。亲情迄是亲情，迄是无共款的哦。亲情即是成亲了就变亲情，即叫做现在完成式哦。蜜蜂伊会去采蜂蜜，蜂蜜哦，伊的附属品的蜂蜜，所以蜜蜂甲蜂蜜是无共的物件哦。乳牛咧，啊伊生产出来叫做牛乳啊，牛奶即里念做奶啊，牛奶。叫做牛奶哦，他念那个奶旁边的那个变音叫做牛奶哦，所以真侪人都分袂清楚到底牛奶甲牛奶两字爱安怎写。其实牛奶是安尼写，牛奶是牛奶。过来，咱去看同义副词啊，甲倒装词搭夹做伙的时阵，哇，这个变化够较精彩。咱来看一下，蔬食，蔬食，蔬的是菜，蔬菜，蔬菜，蔬菜。蔬食的换作菜食，菜食啊，菜食的变怪叫做食菜。蔬食就是去食菜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咱去外口食蔬食，就是去食菜，吼、哦。自家人，啊，这自家人，咱讲家己人，啊，自就是己的意思，但自换作咱台语的己，啊、哦，自己，啊，己家人，但的变怪叫做家己人，家己人，家己人，安尼有简单吗？大扫除，大扫除，咱讲大摒扫，大摒扫，这里除就是摒，啊、哦，除就是摒，摒除，摒除，但摒，但换作，但除，但换作摒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，再个把这两字变过来，啊，大摒扫，大摒扫，大摒扫，啊，简单嘛，简单，简单，非常简单，一切拢伫我的掌握，掌握当中啊，不用多。路途，路途，路途遥远，路途遥远，路就是途，无用路，无用路变作无路用，啊，嘛会使无路用，啊，你知影无？无路用，无路用啦、啊。凑热闹，凑热闹的凑，就是斗的意思。你也唔相信，你打这个斗个凑，拍入去 Google 古代文献就造出来啊，斗凑，斗凑，斗就是凑的意思。所以在那个一本古册，伊就写倒出钱，他就写倒出钱。我才想到哦，跟臭把它弄在一起，哎、欸，结果文献真的有这个理论，真好。啊，热闹，那它变怪，到老年，到老年，嘿，简单吧？小鸭子，小鸭子，咱讲阿米亚，阿米亚，啊，这个小的微，微小，微小，就变成微鸭子。啊，为鸭子的子就是儿子，儿的儿，哦，啊，就为鸭儿，啊，为鸭儿的变拐，鸭为儿，阿米鸭，那个儿念作啊，白话音念作啊，所以婴儿咱念作鹅啊，啊，红婴儿念作红鹅啊，唔是那个牛仔裤的仔哦，牛仔裤的仔，风马牛不相及，卖提来只乌白讲。迄字根本就唔是发音发作啊，好、哦，所以咱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的鸭咪仔，这是胡说，唔捌字，佮乌白讲，好、哦，我歹佮讲乌白无卫生啊啦，好、哦，无网络朋友拢会打骂，好、哦，鸭咪仔，迄乌白道的，一切拢照我的规则来走，鸭维尔阿比亚，细只鸭的意思。看到这，你有何感想？台语无汉字吗？这是我写的台语汉字学，册名台语汉字学啊，定价350，优惠价300。你转小转来这个户头，到我的名吼、哦，啊，汇款了会记得爱寄一张批给我，名、地址、电话，寄来这个批箱，我的位。你来寄册，多谢，谢谢，多谢，多谢。